想包养我呀？我觉得有点恶心，你和朱韵永远都比不了。有空吗？一起出去吃个饭吧。没空，正做着饭呢。好，那我们在家里吃。没准备你呢。啊，没事。 我来准备，菜已经准备好了，请慢用。先送王师傅回去吧，多吃点，别客气。好嘞。 你那个飞扬公司怎么样？真去了？这事儿你问你老公就知道了，他天天盯着我嘞。朱韵呢？如果你对他的事好奇，你就直接问他吧。我也知道，他一定会跟着你去的。只是你们这样起步。 不觉得有点寒碜吗？钥匙我留在这儿，以后开我车吧。我爸，他还有套闲置的公寓，空着也是空着，不如去那儿住吧，也不用在这儿挤着了。哦，你是来挖墙脚。 想包养我呀？那现在还能弥补吗？做不到，不行，我觉得有点恶心。 李轩，你从来不知道后悔的吗？徐丽娜，你专门跑来这么寒碜的地方来提醒我，谢谢你啊。如果我有一件不后悔的事儿，那就是拒绝了你。 朱韵永远都比不了。慢走，不送。哟，老高这才出差几天呀？这我可得告诉老高了。